近似股粉到海地桶装好保存，原本由其他国家政府提供的面粉和奶粉新学期还没送到，此时近似五谷粉可冲泡当饮料，也可以制作成点心，及时发挥良能。要弄水， 先弄水再加油。美国慈济志工陈建亲自示范制作方式，好让成长中的学生补充营养。最重要的就是星期五放学的时候，每个人会给他带几块这个谷饼回家，所以星期六星期天当他们觉得肚子饿的时候，他拿来泡干净水也可以吃，就这样吃也非常的美味。And usually, kids are not able to eat meals every day. So as far as we can eat more than 3 meals a day, but for them, sometimes it's only 2 meals a week. I hope the kids enjoy the cookies, and after all, they will be able to make the cookies at school. 以米为主食的海地居民，八年来在慈济人关怀下，现在营养更加分。可口点心的原料和制作方式是从花莲静思精舍远渡重洋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落属立陈冠霖、谭素兰，美国报。